个王富义的问题哈，伊讲吼，伊的根呢有根瘤线虫，要安怎处理哈？因为根瘤线虫哈，咱有当时啊是安尼吼，就是讲，伫伊那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即个存在啦哈，就是讲卖介严重安尼哦，即一般来讲是还可以啦哈，无啥要紧，因为像这种虫啊来讲，有咧种的所在拢较沙地着，啊沙地呢即南面吼，即南面呢就是讲伊会有一个即、這个线虫，因为种较。较通风的一个，即个所在拢较容易有这种吼，即、這個、透气性较好吼，所以这种拢是有这款的一个，即、這个即、這個、经营啦吼，所以这应该是都会吼，因为较沙地的就容易来个即个三星吼所以这点咱那边爱少来个即了解吼，就是讲对沙人来讲吼，这是一个神一样地位的存在吼，即、這个为什么还不安尼形容，然后就讲。伫大自然内底，你要甲伊处理掉，没有那么简单吼、哦，真正是无遐简单啦吼、哦。无遐简单的解决原因最主要吼、哦，最主要呢就是讲伊的一个繁殖力足强诶吼，而且伊对这种药啊一个即个抗性呢嘛相当的一个即个好啦吼、哦。至于讲伫咱咧判断之类后呢，最主要就看迄个根嘛吼，根有小块有一个小小安尼尖索尖索迄个茎类茎类吼，这种呢，即咱当然对当去判断讲伊有可能是即、這个即种即个根瘤线虫吼，伊会当维持一个卖伤严重安尼就好啊吼，咱听众朋友知影就讲每一年吼，即种咱咧正常啊，你若看你啥物时阵种，反正就是。伊伫位差不多从今年吼较早烧热吼，所以清明前这只只伊就开始吼即、這个就来啊吼，即种碍于即个线虫诶，伊甲加造成迄个空嘴，有一个空嘴，即根就较容易烂，所以迄个根咧烂，有诶讲是根腐线虫啊，即拢差不多，反正即拢是大多数拢叫做拢是根瘤线虫，因为迄空诶烂，所以着线虫通常咱。要用的时阵，大概像这种加保护的剂，就讲用一寡这个这种劣质剂吼，这丁基加保护啦、分麦松啦吼，这类的这个药啊吼这种就是讲固定的这个时间。咱家下一个吼，比如讲即阵啊，像你这咧烤烤看，或者即阵咱当然就无可能去下啊吼，所以都种落伊长都开始咧挖的时阵，迄阵也是伫热啦吼，因为咱通常咧种这个时间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因为温度吼，通常都已经是对线虫来讲就真容易来家即个成长吼。所以咱一般来讲是都种类爱下一遍到两遍的这个药啊，吼，这上简单是安尼。我后边讲用这个放线菌，吼，放线菌这种拢是长期的这培养，吼，有当时啊，你袂当讲完全去靠这个物件，然后简单来讲，如因为咱咧用刷糖的这药啊，吼，多数迄个味道，因为这拢是有机磷剂较济嘛，吼，所以这有机磷剂都迄个味啊，吼，这足讨厌的，你知影无？对，因为这个味吼都是。让人家觉得不是很舒服，所以有的人家咱真不爱去用这种物件，所以你讲这个药哪有效，咱为什么要去用这個？所以有效啦，但是呢这种通常就是讲咱在用的时阵需要注意一下哈，即用一寡这个药来用拄则讲的即丁基加保护的即个劣质吼，加下即个涂骹吼这种呢即是有即个好处啦，吼，就讲大概当来用吼，就讲即嘛是一个推荐用药嘛吼，你的头啊加下即，因为这边有后一边嘛，就容易有所以你加下一摆至两摆即一最长啊，差不多是安尼要甲抬掉是完全是无可能的吼，所以你若是讲这正经若介严重，咱可能就是爱破产吼，比如讲去堵水吼，甲堵一段时间过，这线虫的密度会降低，咱过来正常啊，有线虫嘛变作少的，等一水两水了，咱过来破产，甲过来正常啊，所以通常是用安尼来轮作，这是上介特动的这方式哈，